Yeu Shyang Gangtie Gongye Gufen Youxian Gongsi. Yeu Shyang Gangtie Gongye Gufen Youxian Gongsi, founded in 1985. 为实际与经验丰富之专业钢制品制造厂，国内主要客户为各上市柜营建公司。今年更放眼全世界，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并参与国际展览，产品行销全台，并外销至美洲、澳洲、亚洲等地。 公司坐落于台中市工业区内，营运台厂办及产销合一方式，与中部科学园区及精密机械科技园区相比邻，协力厂商相距咫尺，原物料取得迅速方便，距离一号及三号国道仅10分钟车程，交通与物流便捷快速。此外，分别于台北市、 台中市及高雄市设立分公司，专司业务与客服等工作，业绩与服务遍布全台。我们的客户与业绩：新雅建设、远雄营造、长虹营造、德宝营造。 京城集团、中华工程、德昌营造、兴雅营造、利明营造。此外 ，HBP JV 台湾高铁 C250 标，各地台电变电所约计数十栋。我们的产品。 与祥为国内首家通过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检验合格之钢制防火门专业生产厂，自动化生产钢制防火门、隔音门、电子业、高科技业无尘室及制药业专用之无缝隙门、台电售电式拉门、防弹门、不锈钢门、烤漆钢板门。 防盗门等，与祥产制之钢制门陆续取得各项认证及肯定。CNS 7184钢制门防火性能 A 种抗压强度，每平方公尺280 kgf 正字标记认可。ISO 9001:2008年国际品保认证。旗下防火门涵盖1至3小时阻热性。 以及双向180度开启等形式，并有饰孔、面饰板及各式五金配件可供选用。隔音性能 HTC 51等级，产品水密性每平方公尺35 kgf。防弹抗弹效能为2A 等级以上。铝翔钢制门主要材料来源：一。 钢板、镀锌钢板，国内唯一取得中钢配额直接供货之钢制门制造厂。二、不锈钢板，唐荣不锈钢厂。三、补强铁件，就近由工业区内协力厂商供货。二、防火隔音填充材料。 玻璃纤维防火棉、细酸盖板、陶瓷棉毯、蜂巢板。三、涂装，原料来自国内 ISO 大厂。四、门锁五金，上市公司。先进的设备，严格制程。 宇翔为台中工业区大型专业生产厂，拥有专业的技术与现代化自动厂房，配置各种大型自动化机具及仓储区。现有设备：CNC 可电脑程式化冲床、CNC 剪床、
电脑控制轴床、大型冲压机、油压伸脚纹成型机、涂装设备、高辐射烤炉、水冷空压点焊机、发泡充填设备、油压贴合机、起重机、升降机及公务车等。另外，Yeu Shyang具备各式品检设备，如防火试验炉、耐冲击试验机、抗风压水密气密试验机、开启力试验机以及快规、数位式温度计、磨厚计等各式量测仪器，为产品的品质及安全来把关。专业生产，品质保证。Yeu Shyang全方位团队专业快速处理各式客制化订单，从接单、设计、确认、投产、加工、装配、品检到出货，全程皆由Yeu Shyang自产自制，制成无外包，不假手他人，以确实掌控各项制程进度与产品品质，确保产品的一致性。Yeu Shyang钢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专精致力于钢制门、防火门之产销，对于国内营建市场之供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以多年的实务经验，加上不断的创新求变，开发生产多项新工法、新制程及新产品。Yeu Shyang以专业服务的信念，为客户打造防火安全堡垒，引领着您登门入室，继往开来，进入新领域，开启新世界。您的肯定将是我们的荣耀。Yeu Shyang将持续以台湾品牌行销全球，发扬 MIT 精神。